我听少峰袂输将伊当作是家己后生共款啦。我完全是为了支持少峰才回来。要唔过你袂当以为安尼，就认为讲阮的人是白阿囝。是不是白阿囝？来边验看卖就知影。妈，你心虚哦？我哪有你心虚啦？是讲妈，你想看卖？你怎么跟少峰的关系遐尼紧张？啊，要叫伊去陪伊验 DNA， 甲伊讲伊是木林的囝，伊心内一定真痛苦的。你家己痛苦就莫让伊知影，摕伊的头毛还是伊用过的物件来陪伊找我。你哪会安尼怀疑我？我咧证明你的清白，我知影我安尼做会让恁对我真无谅解。啊，不过我拄则雄雄收到，家人要讲出你的秘密迄暗。会当让业界惊天动地，让你行到家己要死要活的代志，除了这，嘛无别项啊！你暗藏过了十年的秘密，都是少芳先生，对无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也莫甲我动！妈，你莫话你秘密，我来打电话给家里每一件的代志。没有妈，我错了嘛？你又来忘掉，少芳就是我的后生。对你袂歹，你哪会当做出这种伤害别人家庭的代志？那是因为你用杨子怡找恁的业家，伤害业家的感情的人是你。阿叔公，你莫让伊排到一个巴肚底来业家，用自杀死落来。今仔日敢有这样的代志啊？真真正正伤害业家的感情，迄个罪魁祸首就是你。分出有心，加入来进程，恁就是三个是无？当然是安尼啊，若无伊巴肚内底，咱可能无解个啦。妈，你莫乱看！你这袂见笑的查某，为着你卖严格，你竟然叫别个查甫人为你作证，利用阮囝对你的感情。我真正是目睭痴迷，才会让你入业界门。不是，我是离开木林了后才认识文聪，跟你去业界，才知影少峰是木林的囡仔。安尼，你这过了十年来，哪有民工知音是无名无分，马志新是私生子？出小王知影这个代志，伊心内会安怎想？伊会安怎看待你这妈妈？伊阁要安怎看待伊家己？少峰已经知影。小王知影个个心事，我唔对啊，都是因为伊知影。以前因我去公司做财务长，因为伊希望公司内底有伊家己人。先讲啦，伊到即摆也无了解我，蛮天真吧。不过我一个做工会花一上八百块钱。你卖阁讲啊啦！不管你安怎偏心啦，我拢一定有少峰哦，顺利接班，从叶志成谈落来。你买单放心，我一定要到三江少峰从大业集团过得真好，你就找到这个秘密，安心就落。你阿妈已经知影，你不是业界子孙了。